大家好，我们是 Monkey Boys， 我是酷炫，我是春生，我来关羽。关于小熊的事，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刘，关于酒，关于喜欢与否。为什么要穿这样的？因为我们要来玩梦三国手游。很快乐。玩游戏一定有风险，上路下路有输有赢，选角色前请详阅技能说明书。说明时记得可以使用自动模式哦。有玩过 DOTA 类型的朋友们，对这款游戏一定不陌生，非常好上手。而且这款游戏做得非常的精致。我们现在开始来选角色。王府汉室，野人敌人张飞。哇，刚那个完全机械化，还滚去！啦啦啦啦，背面造型。你也想得到我吗？我想，我要进去游戏里面。现在看一下最重要的好友。哇，我没有好友啊！强者是不需要好友的。别看了，赶快玩。我们现在三对三对战，就跟斗牛一样。那这个呢？我们三对三对战啊，有分两种获胜模式。第一种是把对方杀20次。第二种就是杀爆对方的主堡，一群女性 skin 呢，让我们击垮敌军吧。当然选女性了，哇，大妈啊！奇怪，我不是选女性造型吗？怎么进来还是男性啊？哇，我丢出一把宝剑，看见没什么用，算了。OK， 我看到敌军了，想跑。哎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我放他走。哇，该买一双新鞋了，我方这塔买一双 Nike 的新鞋，我没有再爬，三等就拆塔，我死了。雌雄双骨啊，他说我是人妖啊，有人插眼啊，啊不是，插眼是另外一款。OK， 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差不多要出无尽了。我到现在一杀都还没有啊，我捡我头，哇，电脑捡我头，往前杀，没有在怕，当西门在逛，看我当西门在逛，哇，我当可以买装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看。它这个还可以回城啊，很方便的。要买装啊，赛。该买双新鞋。直接按，就不用回城了。不用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直接点。那请问我回家干嘛？我直接点。啊，我忘记它有个很贴心的模式，就是自动模式，一按下去，自动战斗中。你看我玩手机，它会自己帮你打，很方便。去拜纳，我放流。以前你某叫你小蚯蚓，今嘛叫你一尾活龙啊！只要每天一日啊，金刚拍拍完，让你软胶变铁条，铁条变大只大条。你们看一回来，哇！我刚才一杀，开自动模式，我现在12杀。有没有看到玩开自动玩的比我好？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天下无双，各位大胆，招放刀！赢了 ！Oh my god！ Come on man！一起来下载梦三国，实现你的三国梦。你今天梦了吗？放。哎，这个，哎，怎么样？会不会玩？赶快，我教你啊。梦碰到另外一个关羽啊，哎，怎么跟我一样？难不成是？是双关羽。而且这个游戏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它有非常多的路可以走，总共有上路跟下路。你讲到重点了，而且走到那个草丛里面，别人是看不见你的，你是隐形了。哇哇，缺个拜纳，赞不赞啊？拜纳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闯。哦，你有痔疮啊？被你发现了。OK， 这你也给我讲出来。那要去割一下。嗯，现在有雷射的。天下无双，如山倒。